ิญเลยค่ะอ๋อโอเคค่ะอ๋อขอบคุณค่ะขนมคุกกี้嘿我是小船这部影片也跟上期一样你会从这个镜头看到实现边旅行边收获六位数美金的数位游民最真实的生活而今天是我待在泰国乡下最后的一天明天我即将出发去缅甸了我不太喜欢这个水果不知道是什么果的果对了给大家看一下这几晚住的乡村泰国别墅吧我能肯定基本外国人是很难找到这里的这是天天吵醒我睡觉的鸡不过今晚你将会进我肚子了呵呵然后呢这就是他们的大厅你们看得到连最基本的护栏都没有其实谁都可以偷偷跑进来但是呢这里的犯罪率却超级的低那我们上二楼看一看我的房间吧给大家看一下我在泰国人家住的房间这也是女主人的女儿从小到大长大的地方吧然后呢这里有她女儿从小到大学过的一些教材啊书本等然后大家能看到这有三个衣柜这看到这是一个普通的衣柜然后呢打开这里发现有一个类似储物柜的地方哦但是呢大家跟我上前一步仔细的探究一下的话就发现喂、哎它竟然是连着厕所的是不是很厉害拜拜那接下来简单的带大家看一下泰国真正的农村生活环境怎么样顺便看看我能不能找一个人给大家采访采访啊萨迪卡哎你看这么怕生的我也只能硬着脸皮继续去找素材了萨迪卡哎哈喽你熬不过一只海什么啊来打个把海底哈谁能告诉谁我住在这附近参与来听你有没有来麻木呢旅馆对泰国人的家贵吗给他班困泰班人还你了哈哈哈你在干什么困他们的有海龟找到这里海龟海龟好了那我先走了好了缠着飞过拜拜拜拜毛个贵毛你跟来吗sorry 所以就是很难理解的很多东南亚人做 business 的套路不知道他们的逻辑是怎么样的又回来了跑一圈萨迪卡好了不闹了不闹了得赶紧抓点时间处理工作了不过我得先去吃一个中午饭萨迪卡Yeah, okay. Thank you. Welcome. 这家汤粉店真的超级好吃。吃完之后呢，我打算走去对面的咖啡厅工作，因为真的没想到在这么乡下的地方都有咖啡厅哦。哇！2020年新开张咖啡。萨瓦迪卡。English menu? No, okay. Oh. 不知道喝什么，看不懂。ไม่เข้าใจเหรอ Espresso, cappuccino, latte, mocha, americano, americano, honey, yeah. matcha, matcha. Oh, okay. Food, eat, no, drink.
smoothie, berry, kiwi, strawberry. Okay. 감사합니다감사합니다 OK 好安逸的人生啊，我也想在这里开一家咖啡馆，我自己在这里享受，我也做一点生意。大家看一下，老板，这个咖啡馆，然后我就开始回复各种信息。可能大家看的屏幕没法察觉，坐在这里真的超级舒服。所以呢，我就疯狂的发 IG 给粉丝们看。突然老板娘闲下来跑过来找我聊天，她貌似超级好奇我到底是怎么找到这里的。然后我不仅跟她解释，还跟她说了明天我即将离开这里去缅甸。之后他就去找了一个会中文的亲戚过来跟我一起聊天。哎，为什么你会说中文？我的老公是新加坡人。他要很多人都有认识啊，他是小的地方。谁都认识是枪来枪买，他要这边很少人知道。现在要不出去有什么事情吗？有那个病那个有吗？中国大陆有，这边挺安全的吧，觉得至少。这边没有什么事情。希望快点好吧。走路天气热一点就好。对啊，是小孩子跟才了。其实啊，就是林亲戚的这一个咖啡厅的地是他自己的。是他自己。建议他这个咖啡厅的话，你知不知道大概要多少钱？20万泰铢。地贵吗？其实在这边。没有路要便宜一点这个有路就稍微贵一点。然后呢，我们还聊了外国人如何才能购买房屋在这里定居啊，不过这真的是挺难的。之后他突然问我有没有兴趣跟他去他那里种田哦，因为这里全都是农民，他要我感受一下他们的日常生活。当然这么好的机会，我二话不说就答应了呀。然后呢，我就无缘无故被从工作当中抽去种田了，真的是一脸蒙圈。但是泰国人特别是乡下人实在是太善良了，所以呢借着这个机会感受一下他们真实的日常生活吧。摩托车大概开了十几分钟终于到了。萨瓦迪卡，萨瓦迪卡。这是您的亲戚朋友吗？我也不知道他叫什么，我们第一次见。我们叫马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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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哦，原来就在这里在的。算了。哦，谢谢。算了，这个酸不是甜的。那我们拿去做什么？这个不是吃的吗？是。那我们是做拿去做肥皂，所以这个不是专门用来吃的。那能用来吃的那一些是不是品种本来就跟它不一样？不一样。难怪。这个酸有一种甜。就是说他们拿去做什么？做肥皂啊，做肥皂，做那个洗脸的东西。哦，我觉得这挺好吃啊，慢慢含着还行，对，这个还行，我还挺喜欢吃的。萨瓦迪卡，叫你好，孔孔卡，我要不要拖鞋？不用。
这是酸的吗？酸酸。哦。松，泰国的松。松。我们喊松。松。酸。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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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酸。不是有人在树上。ใครบางคนอยู่บนต้นไม้หรือไม่ไอ้ต้นมีไอ้ต้นจริงมีเอ๊ะมีเอาโอเคแต่ทำไมออกมาต้องหมอกบางบ้านหน่อยโอ้跑得好高哦是把掉下来的捡进去嗯这些熟了吗？熟了，熟了。哎，小姐，啊，哦，没事没事。这些是之后拿去市场卖的吗？哦。所以就这么有惊无险的体验了差不多一个半小时的农活，现在我要回咖啡厅了。像这次那样有机会来体验一下他们的生活还是挺刺激的，估计这种生活嘛，也只有爸妈或者是爸妈以上年代的人才有机会体验，这么想感觉自己还挺幸运。所以这也是我为什么超级推荐大家来这里旅居的原因。到了，你要回去了吗？要去载我的儿子。哦，小儿子。拜拜。拜拜。สวัสดีครับ。สวัสดีครับ。ขอบคุณครับ。好了好了，不玩了。现在已经是下午3点，7点我就要回去跟房东吃饭，剩下的4个小时我得全力以赴工作去。刚刚一边务农一边好多邮件轰炸，所以呢，首先我要先回复紧急的邮件，然后跟 YouTube 课程的学员一起讨论一些问题啊，还有就是要想一些新影片的脚本。哎，真的好难呢，有时候真的很难产出灵感，反正就是先想到什么 idea 先把那些记下来吧。一瞬间干了好几个小时，终于回了所有该回的邮件，所有学员的疑问，还写下了2个影片的脚本，感觉脑子都要爆炸了。但是呢，说时迟那时快，刚好有一只小猫咪送上门来。他估计不会知道接下来他将会面对的悲惨的命运。瞧我熟练的撸猫手法，应该知道我的段位了吧，绝对是王者级别。也不知道你是不是野猫。还以为他打我。喵，你走了。喵。啊，不要跑！竟然还敢逃跑，那我只能放大招惩罚你了。不吃，不吃，不吃饼干，我打你屁股。好吧，给大家一个猫吻。它绝对是全网最乖的小猫咪，被我撸成这样还愿意陪我工作，所以呢，我们就一人一猫凑合着过日子吧。好了，开玩笑的，离7点回去吃饭还有1个小时。好吧，回家了，回家了。猫咪拜拜，赶紧去找个好人家吧。虽然我撸了你，但是我可没法对你负责哦。饿死我啦！估计房东家人已经煮好火锅等着我开晚餐了。回到家，老板和老板娘已经把火锅做好了。有什么要帮忙的吗？今天阿罗。阿罗。嗯。Old man 呢？Young man，Young man。嗯。Old man 呢？
seven deep really นั่นแหละ really อยากได้หลาน baby yeah ขอบคุณค่ะค่ะอยู่ดิ่งปะโอเคว่าแอลกอฮอล์โอ้โหน้องพ่อมาขอบคุณค่ะคนไปเที่ยวหรือไปทำงาน出差国上班的人可以边工作边旅行เราสามารถเดินทางได้ในขณะที่ทำงาน现在天天在这里其实也有在工作เกิดข้อผิดพลาดกับซอฟต์แวร์แปลภาษา没听懂刚才เป็นไอ้ร้านกาแฟร้านกาแฟเป็นโฮมสเตย์ร้านกาแฟตอนเป็นร้านกาแฟ虽然语言不通但是真有一种我就是他们女儿的感觉因为在这里住一直都得到他们无微不至的照顾就这样我在他们家度过了非常难以忘怀的日子很羡慕泰国乡下人的生活不仅狭义超慢节奏感觉人与人之间没有竞争在这里时间的流逝像转眼之间因为过得太舒服了很难找到其他一样感觉的地方所以呢真的希望大家有机会也来体验一下吧而我当然会再次回来的不舍得这里的人和猫 Get out. No. No. 第二天一早起来阿姨又塞给我一大坨食物包括这个迷之竹子他估计怕我去缅甸饿着了哦哦嗯嗯嗯嗯哦啊对对很困卡啊嗯嗯嗯 no chim do 哦这是米饭嗯哎 rice 嗯哦 rice sweet rice 嗯 in bamboo bamboo 嗯嗯 delicious 嗯嗯嗯อร่อยไหม好吃吗？嗯，真的很像慈祥的老母亲，能够对我一个陌生人这么好。最终告白的时候行李太多，所以没来得及一起拍影片。他们家其实有一个女儿在曼谷工作，跟很多家庭一样，估计可能就是在看影片的你，一年只能跟家人见面一两次，所以思念过深，有点把我当女儿看了吧。想到这，突然开始想念我家人了。缅甸结束之后回去跟他们多吃吃饭吧最后把摩托车还给老板把押金拿回来之后呢我就坐上了去清迈的大巴之后就从清迈飞缅甸的曼德勒了而昨天浪得太嗨有些工作还没完成只能现在赶紧做一做算了我放弃了到了缅甸再算吧这就是小船的旅居生活一天估计我的生活能很好的诠释给你到底什么是数位游民边旅行边工作边赚到可观收入的生活到底是怎么样的呢可能没有你想象中的这么华丽也可能会超乎你的预料那是因为每天都是不太一样的如果你喜欢这种生活或者你想要实现这种生活相信我的频道会对你产生一些帮助当然如果你也是这么想的话呢那就记得订阅并且一定要点开旁边的小铃铛并且记得点赞还有留言告诉我你的想法吧那我们过几天再见拜拜